谁让他一个人去买水的？为什么不带原地等他？不，人呢？西，苏，怎么都是名人啊？梁，顾爷，顾爷，真好，好久没有那么开心了。 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没有工作，也没有比赛，更没有写不完的曲子，就这样跟着你瞎逛，一直逛到太阳下山。书场比赛而已，你拿过那么多国际大奖，偶尔也该让让别人。我不想回美国了，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？我可以跟梁哥一样做你的经纪人。别闹了，等假期结束，休息好了就回去吧。你是怕耽误我学业，还是不想让我留下来陪你啊？ 都不想。宋，你，哎呀，哎，我真受不了了。这地方太大了，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吧。宋米多呢？哦，去买水去了。哎，真够慢的，给他打电话吧。我没他电话呀。啊？那他有你电话吗？怎么可能会有？你的呢？不会也没留吧？我，谁让他一个人去买水的？为什么不带原地等他？我。 你们去哪儿了？我还有没人都走了呢？怎么可能？没找到你，我们能走得了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吓坏了吧？没事了啊，都能留个手机号，以后就不怕走散了。怎么样？刚才有没摔哪儿？腿有没受伤啊？吓死我了！你这孩子，哎，总算找到了。西宋啊，刚丢一个没手机号，今天丢一个没手机的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 万一他被认出来就麻烦大了。还真是干嘛？赶紧找啊！下面播报负责巡逻通道，来自秋英镇的宋宇多，请注意，请您听到广播立刻赶到游客中心，您的男朋友在这等您。秋英镇的宋宇多，请您听到广播立刻赶到游客中心，您的男朋友在这等您。麻烦问一下，您是习宋吧？ 刚刚说错了，是朋友，不是男朋友。哦，那我现在更正一下。啊，算了，不用了。广播室。